催化剂。化学反应指的是反应物经由化学变化转化为生成物的过程。催化剂在化学反应中不是反应物，也不是生成物，它像个工程师，在反应物变成生成物的路上建构了一条较快的捷径。因此，催化剂在反应前后的质量与性质皆不会改变。这条捷径加快反应速率，但不会增加生成物的产量。